小龙虾，还有鳝鱼，你吃吗？牛蛙，原味牛蛙要一个是吧？可以。天哪，我都已经饿了。自制泡椒的。自然牛肉味的。对。当然，那我们要不要在这里先开始做？可以呀、啊。搞错了，再来。我跟他最接近的时候，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.0。咱们就是一点点来哈，吃吧呀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，装可爱环节吗？对，给我剪进去这个，马上就给你安排啊。那但是说实话，真蛮好吃，这鸡蛋真的很好吃，还有吃，然后那个。